追！快！连长，小鬼子马上追上来了。孙明，怎么是你们？清理战场。营长，武器都带走。没想到能活着见到你啊！小李子，鬼子全干掉了，咱们走吧。走，回去再说。哎，走，小心点儿。小拿着。这次一定要有个男人样，给他看看。我很期待你的表现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是，我一定。这帮鬼子有车不坐，为什么和我们一起走啊？我告诉你，皇军的小孩，你猜他干嘛？啊，是不是？去去去，走走去。
们来了。扔手雷。我那么多兄弟，你个狗汉奸！是你逼我的，逼你？我们怎么逼你了？是你非要去打鬼子，跟了游击队，什么都不管。可是小鬼子一炮就能把黑龙山给炸平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啊？你问问兄弟们。谁愿意去死？我还告诉你，我现在是警备司令，是正规军。我这是带着兄弟们弃暗投明，懂吗你？放你娘的屁！黑狼，以为你是对弟兄们好吗？你是带着弟兄们去当狗，去做汉奸。奸！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兄弟。快！